加水費唔使錢啊！你班契弟呢幾個月租又唔交，咁多嘢講。接下來第一個經典片段，電影《功夫》中的包租婆。哦，誰來？凱奇五。温柔可人的凯奇要挑战泼辣的包租婆，加油加油！水费唔使钱啊，你班契弟啊啦，呢个月租又唔交，仲咁多嘢讲。但系我个头洗到一半，你嚟关水喉。我何止关水喉啊！从今日开始，逢一三五进行制水，二四六间歇性供水，吹呀！你哋班友鬼杀咁嘈，喊惊咁，扑你个街啊！真系。我帮你啊，包租婆。我割你老豆啊！今日再唔交租，我烧你铺头啊！烧烧咩啊？烧就唔使交租啊！屎忽鬼！咁好脚骨力，等你成世做孤呢啊！争我几个月租，早晨都唔叫声。有排你抬啊！这个片段相当的难，因为需要他很有爆发力，而且很泼辣。这凯奇有挑战到自己的演技，突破他所有的角色，特别的棒。谢谢。振宇大哥觉得呢？为什么我因为配音不是一眼看稿，一眼看画面的吗？他只是对着这个稿子搞的，争我几个月租，早晨都唔叫声，有排你抬啊！我觉得海奇的声音当然有变化了，但是我们是一个配音的，你要对象啊！你对着他说，你对着我说干嘛？对，你也要有，你也要看人，不要，我又不是稿子。不是因为真的，刚才为什么你有时候对不上嘴呢？一直看着那个。对，有一个地方就是好像词儿比动作快了。对呀、啊，看见他说呀，看见我说干嘛？干嘛啦？我是帮你补充了。你要不要示范一下？我配这个吗？对。来来来来来！来来来惊喜。说来就来吗？他肯定很棒的。告诉你，加水费唔使钱啊！你班契弟呢几个月租又唔交，咁多嘢讲。但系我个头洗到一半，你嚟关水喉？我何止关水喉啊！我从听日开始啊，逢一三五进行制水，二四六进行间歇制吹呀！等你班友仔啊，鬼杀咁嘈咁惊。我扑你个街都真系！我都帮你啊，包租婆！我估你老豆，你今日再唔交租，我就烧你个铺头！笑笑笑笑咩啊？笑就唔使交租啊！屎忽鬼！啊，你咁好脚力啊！等你成世做孤呢，争我几个月租，早晨都唔叫声，有排你抬啊！厉害，很厉害！哇，好厉害！而且嘴里还有那个叼的那个东西的那个混沌的声音，我就是告提醒你一下，这样会更好。那个对，好，两个字。第一题，请开始。C 一个字 ，C 一个字 ，C 一个字。一二三，四四。第二个字。四大天王，回答正确，李治廷先一分。牛啊哥！哇，好，下一题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系啊系啊，四四无四无。第一个字。走，我们走你个地方。哎，啊！打打打卤面。不对。打边炉。回答正确，打边炉。打边炉。好啦，棒棒的。那个打卤边是哪里啊？好，下一题，两个字，帅哥，我来反义词，
靓仔。靓仔。周杰琼更快，周杰琼更快。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一部电影嚟嘅。好多个人，好多个人，好多个。Hero 啊 ，Hero， 绿巨人。绿巨人，绿巨人。钢铁侠。钢铁侠，复仇者联盟。回答正确，何宇。复仇者联盟。OK， 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啊，唔系，你用佢，哎。开门见山，有一个字对了。开山，开山有力。撞门。对，这个字是门，门，门。破门而入。回答正确。还是你能演。他最会演，他最会猜。猜个字。七个字。七个字。加菲哥，抱歉了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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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下一题。啊，四个字，最后嗰个字最第四个字，张学友。生蚝？有。生蚝是什么？有不是张学友的有，什么什么什么有，最后。我们哼，面。啊。最佳好友，最佳损友，系第一个字，和好如初，相亲相爱，相亲相爱。杨迪今天做了什么？做第一个字，张，第一个字，没有，第一个字，化敌为友。回答正确。哇！杨迪今天做的事，而且今天杨迪就是化敌为友啊！杨迪化成张学友，不就是化敌为友？化敌为友！宇哥顶级理解。